徐哥，咱干嘛打算跟白浩然合作呀？新娘，我也不明白，咱非要拿着白浩然那200来套别墅作为首选项目？因为我觉得肖总说的对，这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为我们长和公司在地产界打造形象的一个好机会。爹，你说是不是这理？徐宁，我不管我老爸对你说过什么，但是我就是不想再跟什么通茂集团、大洋集团再有任何瓜葛。我非常认同 Chevrolet 楼这个计划，但我坚决反对以白浩然作为合作对象。我真的搞不懂，爸爸他为什么跟白浩然合作？更不明白的是，他为什么还要拉长和公司参与进去？我真的搞不懂。金源，刚才他们在面前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其实我是知道，你很想摆脱肖白两家的关系，可是仔细想想，你是很难做到的。你现在只不过是在逃避现实而已。唯有他们双方重新建立友好关系，相对来说，你才不会夹在中间遭受精神磨难。说到底，肖董的出发点，既是为了帮长和公司一把，更是为了让两家剑拔弩张的关系重新缓和下来，让这些天一直压在你心头的精神包袱彻底甩掉。好，我同意你的观点，你可以去试试。你的悟性真好，我看了，再练多几回就给我上场了。王小龙，您教会我打高尔夫，这不是让我多破费吗？到那时候，我想躲你都难了。哎呀，还有那丫头啊，我真希望她能够陪陪我。啊，今天练习到这儿啊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哦，这些关于白浩然河畔花园那些别墅，到底愿不愿意接手？你跟你股东之间有没有统一的意见？肖总，我们大家都商量过了，觉得这个项目呢，对我们长乐公司确实很有利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接了2个烂尾楼盘，把这点家底全给折腾出去，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做这个项目。哎，只要你们跟我合作，我们可以按照长乐公司当初的做法，我借钱给你们，你们得保证我的利润就行了。您呢？就不怕我把这钱给亏了？这一点呢，我心里有数。其实我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为了我的女儿，为了静云。如果我跟白浩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的话，那对静云精神上的压力就会相对的减小。可是就是我愿意，人家白浩然不愿意呢。你现在大水淹到白浩然这里了，就算是一根草，他也会死里抓着。可是肖总，如果白浩然知道是您让我进入的话，他就更会反对了。这个老狐狸在上海打滚那么多年，找我合作之前，早就会估算过我会怎么做，也应该知道我会把你啊拉进这个项目里。可，哎呀，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还有啊，长虹公司经营不是有股吗？所以在公在私。我也希望你们的公司能够有大的发展。
大洋集团的别墅区，是不是我有话找你？自从你离开家之后，我就越来越发觉你妈说话很对。我们肖家跟白家的恩恩怨怨，是应该正面去面对的。我不愿意见到你成为我和白浩然之间的争斗对象。如果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有所转机的话，那你就用不着加在我们中间受苦。爸，我知道你疼我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把你当是亲生女儿一样。谢谢爸爸。即使你不想回制造厂，可是我跟白浩然合作的事情，我还是希望你和许丽去负责。爸，我是真的不想跟他打交道。你放心吧，不必有什么顾虑，有任何的决定我都会在你背后支持的。白叔，银行的欠款总算还清了，那陈行长你该闭嘴了。很好，我们总算可以喘口气。老板，又有几家销售商送来了标书。自从校长山参资以后啊，很多销售商亲自送标过来，他们全都看在通茂集团这个招牌身上。可是虽然有这块招牌，但是苏州河畔的植物工程没有得到较好的根治，仍然会影响别墅的销售啊。这已经不是咱们要解决的问题，就让肖远山去头痛吧。白董，徐先生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好的，请进。林林，白董你好，请坐。哎，你终于来了。白董，我知道你为了这200多栋别墅正在招标，寻求理想的销售商。这不，我也是给你送标书来的。没想到你竟然做起经销商来了。经过计算和评估，我认为这个别墅的售价可定在5000元一平米。可是我心目中的底价是6000哦。至少在目前这个价位太高了。你这话也说得太早了吧，我们还没考虑用你呢。我要是没有太大的把握，也不会找上门来。至于你们是否能让我承接这个楼盘，我想还是等白董看完这个竞标书再说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用你这个经销商？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我们不能把别墅全部售出的话，将由长乐公司全额承担。你是说完全包销？是。这么说，就算是单元房卖不掉，你也会全额赔给我们？不错。好，我就定了，我的底价是5500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价码还是太高。5500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，接受还是拒绝呢？好，就5500元。白董，有人为你包销保底，我相信这样的好机会您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好，标书放在这儿，如果白董有什么兴趣的话，请随时找我。告辞了。你认为这件事情有跟肖远山什么？爸，肖远山那边已经通知了，今后凡涉及到别墅项目的合作，他已经全权委托给肖景民，让他负责了。什么？你没听错吧？肖远山肯让静云跟我合作？他倒是没有这么明确的说，他让我们有什么事儿直接找肖静云，让他把关就行了。这个老华子，夏德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跟静云去磋商，好吧？
好好把握机会喽。我明白。嘉德，这么多销售商又投标这个项目，您看了之后认为哪一家最合适？我会选择长和地产公司。为什么？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什么会选择徐宁这一家？我一向呢只对事不对人的，他这个标书呢，对我们公司来说的确是最有利，而且保险系数是最大的。嘉德，我想首先要为我刚才怀疑你的态度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如果你真的认为长河的标书很适合你们的话，我没有意见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好吧，那公事说完了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我知道你们家附近有一个菜馆，菜不错的，尝一下吧。好啊。今天真的很高兴能跟你们长虹公司合作。嘉德，你给徐宁介绍一下整个计划。好的。金玉兰，我真没想到你跟徐宁也参与这个销售的工作。世事难料，希望这次合作有个好的开始。一定，一定的。尽快处理，可是到现在还没动工啊。这片别墅区无人问津，正是因为有这条苏州河横在这里，影响环境。训练，我们去那边给你介绍别的。好。这里总计啊有210栋别墅，中央区是人工湖会所，会所里面呢有高级的餐厅、购物商场、健身俱乐部，反正你想象得到的我们都有。广告上面都写了吗？大洋别墅，生活天堂。哎，贾导，我能不能看一下你们这个整个别墅区的平面图啊？当然可以，跟我来吧。别墅卖不出去的原因呢，的确是苏州河的治理还没有到位。可是当初市政府对这个地块进行招标的时候呢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可惜啊，你们宁愿违约，
徐宁啊，你怎么又旧事重提了呢？政府不是已经落实了对苏州全城的植物工程，只不过现在还没到我们这边。那我明白了，白老板是认为治污是政府的责任，自己不用花钱，所以才趁这块地皮便宜买下这块地做别墅。你这是坐收渔翁之利啊。哎，贾仁贤，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好了，你们都不要吵了，请你们听完徐宁怎么样强化销售，这才最重要的。我认为啊，经销这个楼盘的前提条件呢，就是要把别墅区的环境做好。我想把最后一排别墅拆掉，用来修建一条小河，跟苏州河隔离开来，再种些大树，这样呢就会加强小区的绿化环境。哼，你这个方法会让我们亏掉老本的。白董，现在别墅卖不出去的最大关键呢，是苏州河的治理没有得到解决。虽然它已经列入市政府的规划，可是要具体实施起来呢，起码要一年以上。因此，我们要把别墅区内部治污排污工程先做好的话，就一定能够吸引买家。徐宁，这工程花费很大，成本会增加。拆掉最后一排十几栋的别墅，售出的单位少了，总收益将近减少2000万。云天呐，不用再说了，我可以支持徐宁的说法，因为这样的投资在苏州河治理之前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小环境，对我们别墅出售是有利的。不过价钱方面，不是标书上的5500，新的价钱是6500，还是由你们来承包。还有所有改建工程费由你们朝阳公司来支付，这是我的条件。徐宁，这是在坑我们，我们不能上当。白董，按理说呢，我是可以拒绝你这个条件，可是呢，我对自己的计划有信心。好，我们就这么谈定了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就这样决定。哎，到吃饭的时候了，我做东，当是开工饭。静云来，你试试看。小唐，你来了，怎么样？少喝点呗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。嗯，哎，小刚，最近一直比较忙，所以没来看你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啊，天天喝飞燕送来的汤。好，我对你的意见呢，早就抵消了。哎，徐宁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蛮有艳福的哈？
你呀、啊，总是没正经。就是。小康，出院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决定回美国。小康，你真的下决心不回制造厂了？小康，坦白说，制造厂真的很需要你，而且爸爸，他也希望你回制造厂帮他。对不起，这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回制造厂了。制造厂只要有那帮老工人和高俊在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和他们斗，而且我也不可能每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他们混日子，所以我决定离开。其实我也很担心制造厂的情况。静月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回制造厂亲自抓管理，厂里才有一线生机。罗子先生，他打电话来说第二批货出现了很大的质量问题，产品完全不合规格，他还说明天早上会到这儿来见您。高进知道了吗？高副总他不在公司。告诉高副总，明天早上就来跟罗斯先生开会。好的。哎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的第二批货出问题了，真的。老外那边拒绝收货，明天要派人到厂里来调查。真的？那些洋人就是爱大惊小怪，没事儿找茬，说什么质量不合格，其实啊，好歹还不一样能用。就是。不过，肖董会不会把这责任一层层找到咱们头上啊？不会吧，咱们有高副总撑腰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对呀，咱们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该玩就玩，千万别为了什么洋人坏了我们的心情。哎哎哎，高副总，高副总，哎，高副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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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好了吗？怎么样？干得好吗？出事儿了。啊，我听说我们的第二批货出了问题，老外那边是死活不要，明天派人来制造厂里边调查。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清楚，要不你亲自去问问肖董。肖董也回来了。肖董，第二批货的运费、成本、开支、关税及其他所有相关的资料都在这里。您过目。你先出去吧。爸，第二批货真的出事了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罗斯先生就拒绝接我们第二批货，他说产品跟质量都不及格。质量不会有问题吧？我真的算这批货的损失，除了成本之外，关税、运费都得由我们负责。那损失有多少？2000多万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这样呢？这是生产线出现了问题。来，我问你，自从张小康离开之后，工厂不是由你打理的吗？你说这个责任该谁负啊？我现在要算的不单单是金钱上的问题，肖氏生意呢，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跟美国人公司合作呢？这无形中损失有多大？明天罗斯先生会来开会，要谈判完之后才知道结果。你要给我出席啊。我一时粗心，背上这个黑锅，你爸爸一定会把我辞退的。啊，完了！你那边丢了工作算什么呀？我这边损失才叫惨重呢。你又怎么了？我这边股票损失不小啊。不小？不小有多大？上千万吧。
居然瞒着我炒股票，还赌那么大。你倒是蛮有胆量的，可就是从来不用动脑子。你凶什么凶啊？这钱是我的，和你无关。可你是我老婆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亲热的时候有多亲？可为什么每次谈到钱就要分家呢？那你说，这些年来，你给过我一分一毛吗？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跟你老爸说清，免得我被辞退了，先保住这个饭碗再说。就算你被老爸辞退了，也是你咎由自取，还能怪谁呀？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当初要不是你把那个张小康给逼走了，他要是现在还在这里，即使是出了质量问题，背黑锅，那也轮不到你头上啊。早知今天，何必当初啊？现在说什么都是马后炮，有什么用？可是我说的话有错吗？不要再唠唠叨叨了，我再也不想听你肖大小姐的训话了。高俊，高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高俊，你去哪儿？你给我回来！听说你们的主教场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，您不妨直说。小董，你们引导美国的第一批货问题不大，虽然没达到理想的标准，我们知道你们刚刚开始，刚刚投产，所以能理解。谢谢您的包容。可是第二批货完全不及格，请你相信，我会亲自过问这件事情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产品的质量应该是越来越好，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差。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会叫他们尽快做一份详细的报告给你，会给你跟美国公司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小董，我们真的谢谢你的认真的态度。你知道，这是因为这个四个字“通贸集团”，我们跟你们合作。本来你们有肖小姐，她的表现和能力真的让我们很满意。到张先生，他的管理能力也是非常好，就是让我们很满意。但是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没办法把两个那么好的人留下？罗斯先生，您的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可是话得说回来，内部管理是通贸集团的问题，美国公司无权过问。肖总说的对，我们不想干涉。但是如果你们的管理有问题，这个就会影响那个产品。这是为什么你第二批货完全不及格。如果你们的问题不能改善，我们会考虑取消这个合同，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名誉。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亲自解决这件事情。那好吧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高副总，送走罗斯先生。是，谢谢。张总，哎，哎呦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的工地起得蛮快的吧？啊，已经好几天了，现在看来呢，还蛮顺利的。啊，哎，小董，进屋里说吧。哎，来，来，小董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徐宁啊，我这次来呢，并不是为了别墅区的事
那是为什么事儿？你知道，自从制造厂开始之后，我一个人呢，要挂的事情实在太多。可是我的身体跟精力啊，大不如前呢。有的时候，还真想静云回来帮我。这可是，君宁啊，我知道他跟你合作得很愉快，而且是无所不谈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够这个机会，带我跟他说一说。爸爸，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你要是不回去，他就干脆把制造厂关掉。我感觉肖董并不像是在说气话。两个都在，我宣布一件事，我已经决定把长河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改成徐哥的名字了。不是，慢点，你为什么？因为我打算离开这个公司。是不是因为我？是。我说阿燕，你知道吗？啊？这个公司可是你爸爸创建的，咱们现在干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他进入公司之后带来了大量资金，徐哥，你有了这样雄厚的经济基础，业务上再有他的帮助，我在不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说阿姨，就算是你说的那样，你也用不着离开公司，公司的法人还是你，我怎么也会改回你的名下的。你别劝我了，徐哥，我已经决定离开了。公司的股份，我也决定留给你全权代理。因为只有你，才能让长河公司发展得更快更好。那样的话，我爸爸的在天之灵，也会感到安慰的。飞燕。你跟徐哥好好谈一谈，谈完之后你再做决定吧。我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不是，我说阿姨，这事儿咱们可以慢慢聊吗？好吗？啊？小华，你说制造厂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二批货发出后，立刻被美国总公司给退了回来，制造厂为此损失2000多万。对方还提出要严查责任，否则就要退出。肖董现在的处境很难。其实，这次的损失都是由高副总一手造成的。那肖董呢？他有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？肖董非常生气，但他也没做出任何动作。我们不知道肖董下一步会怎么做，但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。肖小姐，我看你最好去看看肖董吧，我担心他老人家会给气病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静云，
对了，我这次来呢，是给你带了个小礼物。这条珍珠项链是我托人从欧洲买回来的，希望你喜欢。这么名贵的东西，我想我不能收下。静，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你终归是我白浩然的女儿。我只是想做出一点补偿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情要赶着出门。好，我开车送你，你去哪儿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小姐，快进来。哟，小姐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叫老爷下来啊。的质量出现问题，你好几天没去公司，我担心你，所以想回来看看你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也蛮关心老爸的嘛，啊。爸，你是不是真的打算让制造厂停业啊？哎，现在制造厂又没人管你，张小芳都辞职了，你解雇高俊又没到位，还有啊。美国总公司又施加压力，所以这几天我在想，干脆早点结束，早点办了算。爸，难道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？要不请小康回来？就算他愿意回来，他能压得住那帮老工人吗？萧仰山真的放弃制造厂不做了？我分析过了，高俊管理也不到位，张小康也不服众，所以萧仰山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个适合的人去管理制造厂，所以生产出来的货根本不对版，加上美方的代表罗氏先生施的压力，萧仰山准备关闭制造厂一点都不稀奇。老板，不如我们先出手把制造厂夺回来。
萧养山辛苦建立的城堡，现在没有人帮他守卫，与其被人家拿走，不如我们把它拿过来。你们说我这样做不会不仁不义吧？不会，怕他要感谢我们也来不及。所以白叔应该先向罗氏先生透露一下你的意思，如果罗氏先生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所制造厂，这样子对萧养山市的压力也挺大的，接受制造厂并非难事。好，我们就找罗氏先生商量一下。好。去哪了？他应该是重回通贸制造厂。小刚，我们上海通贸制造能不能成为上海新的制造业王国？你将会成为关键性的人物。新专员，看你还神气多久。